顾西西，这里是一份婚前协议，我们结婚三个月，三个月后我们就离婚。我和你只是结婚的关系，你不许对我产生任何的情感。顾西西，你哪来的自信？为了拿到 Alex 的授权合同，我们必须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合约里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我们只是表面夫妻啊。 忘记你在这儿了，不好意思。作为武太太，不仅要在外扮演好角色，老板，要叫老公在内，你也要相信接受这个事实。我要和他，威武。嗯，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我已经爱上他了，他是我尹思辰，要用一生守护的女人。 这么长时间以来。